小娘子，你要玩点什么呀？啊？都一块。四姐。哎呀，进来进来。诸葛先生不见了。不是不让放他出来吗？就打扮了一下，掩人耳目。你这还挺别致的。我要回去。哎呀，他们在外面找，我们在里面找一找。小娘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，我们是女客，你可别乱来啊！去去去去去，你还没个枣核长得圆乎呢，瞧什么瞧？一边去！喂，小娘子，算了，刚才我表妹鲁莽了。刚才推我的人是你表妹？对，她几年前得了猴疾，圣医像极了男子，自此羞于说话了。原来如此啊，我对表妹一见倾心，不在意这些小节。难得有缘，这样吧，我去劝劝我表妹，看她是否愿意与公子畅谈。极好极好，快去快去。客气客气。呦，瞧你这手又白又长，你是会弹琴还是会弹琵琶？你不理人的样子还真可爱。这儿人太多，不如我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原来你喜欢这么直接的，那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吧，走。小娘子，你要玩点什么呀？啊？都一块。四姐，狂野！踹够了，踹够了，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吧。好啊！管公子，那人说给双倍价钱加车马费就走。幸亏大人威名震慑，他们才不敢对在下动手。在下这条命就是大人给的，来生做牛做马，报效大人的。哎，给先生平添一难，是本官的失职。快起来。谢大人。绑匪抓到了吗？跑了，但是我已经派人全程搜查，他们跑不了。必须严惩。是。大人，此树根已无法救活，即便是用再多的肥再好的土也无济于事，营养根本无法吸收，更何况这并不是什么回生水。那这是什么？这铁观音。我一定要把它抓回来，居然敢骗到本官头上。若是这红鸾树明天还是没有任何起色，岳阳城的人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了。合着他们要闹，小雅也会对我失望透顶吧，以后不会再信任我。他那么在意姻缘的事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失望。二位先生，可有良策？哎呀，不是我们不想救，
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是啊，我有个办法。嗯，麻烦二位先生想想办法，给紫树添上新芽。这个方法可行吗？为了让岳阳城的人们对姻缘重拾信心，暂时的隐瞒，他也是充满善意的，不是吗？活了，终于活了，红鸾树活了。娘，你看到了吗？红鸾树活了，岳阳城的姻缘有救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振兴第一枚。我要把这个扔到最高的地方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离天空越近，我的愿望就越容易被神仙听到。神仙？嗯，我就是神仙。你把愿望告诉我，我帮你传个话。那你不得忙死了。再说了，我许愿又不是非要让他们帮我实现的。许愿不为了实现，那许愿干嘛？这是我内心的美好愿望，多年以后的美好回忆，你懂不懂？楚公子在厨房折腾一下午了，面粉都要被他糟蹋完了。他最近怎么了？这么奇怪？不知道。干嘛呢？这不明显吗？我知道你在做青团，可这 也太多了吧？哦，因为我老是做坏，所以就多做了点。我来帮你。哎，你别动手了。我来吧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我来吧。我想为你多做点事儿，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嘛。两个人一起做更有美好回忆。嗯，